来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就叫废物利用。烧到这儿。
名藏宝库。再烧了，海底就海底，就是最棒的宝藏。小种子也能立大功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我虽然疯癫，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该去游泳了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朋友，加油吧！小家伙，把你的拳头举起来。小种子也能立大功。我快饿死了。生命、成长、快乐与朋友。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Thank you.
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让他们烧脑袋！这箱子，哼，这是海盗的东西了。先抢钱，再把他们打扁。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让他们烧脑袋。艾泽拉斯，没有人能抵挡我，快一点才行。小种子也能立大功。
过我这关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火药。太烧了。废物利用，又在烧了。之母，小家伙，把你的拳头举起来。快一点才行。好牌，
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，快点才行。我快饿死了，你在跟我逃，这怎么可能？